位佛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经》经，经本435页。经本435页，课文169页。课文169页。那么善财童子呢？他接下来呢，就是见了。这个楼阁里头的依报正报啊，接下来是见他的伴菩萨啊，也就是在这楼阁里头，除了弥勒菩萨以外呢，啊，他也有很多的一些眷属菩萨啊，那这些眷属菩萨呢，也是啊很殊胜啊。来看经文435页，或见诸菩萨入变化山内。各于其身一一毛孔，出于与一切变化生云，或见出天众生云，或见出龙众生云，或见出夜叉钱达婆紧那罗阿修罗，啊、哦，乃至这个长者居士生云。或见出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如来声云，或见出一切众生声云、啊。那他的这些伴菩萨、啊，也是很厉害。他就说这些伴菩萨，他住所谓的变化三昧、啊，可以变出很多东西啊。啊，那每一个伴菩萨呢，他每一个身体呢，一一毛孔，每一个毛孔啊，都可以出很多的变化声云，啊，这云就是表示非常多的意思啊，啊，像云天空的云这么多，啊，然后这么变化多端，啊，那这变出来的声啊，有时候是啊，这所谓的天龙八部啊，天声龙声啊，而且非常的多啊，所以叫声云，啊，乃至这个人的话有这个。转轮圣王、小王、王子、大官、大臣、官属啊，这些，乃至贤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所以呢，这个四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声云也可以变出来，啊，或者是，一切众生的声云，啊，可以出一切的众生。好，这个是声云看到的，啊，那也可以呢，或见出妙音，赞叹诸菩萨种种法门，所谓赞说菩提心功德门，赞说檀波罗蜜乃至智波罗蜜功德门，赞说诸色禅色诸禅诸无量心，啊，乃至这个。诸菩萨身、诸地、诸人、诸行、诸愿、如是等一切诸功德门，啊，那这里是指听到，啊，这些，啊，他的伴菩萨呢，啊，也可以来说法赞叹，啊，赞叹种种的佛法。再来，除了见到这些伴菩萨，也可以见到什么诸佛。啊，就是他的第四个见诸佛啊，见诸佛，或复于中见诸如来，大众围绕，亦见其佛身处种性，身形寿命，刹劫名号，说法利益，教住九境，乃至所有道场众会，种种不同，悉皆明见。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楼阁里头呢，啊，也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佛，各式啊不同的地方的佛。那每一尊佛呢，当然都有他的这些眷属大众在围绕着。那可以看到佛呢，他是我譬如说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啊，他释迦牟尼佛出生啊、种姓啊，啊，他的身形大小啊。还有他的寿命啊，还有他的名号啊，啊，他的说法，啊，然后他住世，这个佛法住世可以有多久？啊，每一尊佛的佛法的住世，
长短也不一样，乃至所有道场众会，这更厉害，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一生中，他曾经在哪里讲过佛法，这叫做他的道场众会啊。比如说他有时候去这个舍卫国啊，有时候去灵鹫山啊，有时候去奇树几孤独园，各方面所有道场众会，哎，这是一尊佛。那有很多佛啊，见诸如来啊，所以呢应该进到这个楼阁也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啊，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他所有的道场众会都可以看到。所以弥勒菩萨他的这个楼阁啊，很殊胜啊，所以很多人愿意求生啊，这个兜率净土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啊，因为求生这个弥勒净土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你看当时善财童子参到他的这个毗卢遮那楼阁宝观的时候啊，也这么殊胜啊。又复于彼庄严藏内诸楼观中建一楼阁，高广严次，最上无比。好，这个就是他的第五个，叫做建阁中主阁。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楼阁在这个他的楼阁里头，又有很多楼阁，但其中有一个楼阁是特别的高，特别的大，这就是他的主阁啊，所以还是有他的主根伴啊，主根伴。那这个主阁呢，他说是最庄严，而且最高广啊，最高广最庄严啊，在那么多的这些无量无边的那些楼阁当中，它是最高广最庄严的啊，有一个主楼阁。好，那进到这个主楼阁里头呢，于中西见三千世界百亿次天下。其他的楼阁大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只看到一种场景、一种情况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是看到弥勒菩萨的出发心啊，有一些楼阁是在看到说他在哪里讲法啊。每一个看的不一样，但是这个主楼阁呢，他又更厉害了。他说，在这个主楼阁之中，可以看到三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里头的百亿次天下，我们知道呢，一个世天下是一小世界嘛，对不对？然后一世。那一千个小世界叫什么？中千世界啊，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就叫做三千大千啊。那这样算一算，就差不多有百亿个啊，百亿个世天下。所以那一世天下就配一个兜率天啊，一世天下就配一个兜率天。所以总共就有什么百亿个兜率天，那每一个兜率天里头都有一尊什么，都有一尊弥勒菩萨准备要投胎然后呢，甚至呢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他的八相成道啊，弥勒菩萨的八相成道你看他要投胎啦，然后出生啊，示范天王顶。拱池顶盖游行七步他出生以后这些王都赶快接着这些天王接着甚至把他洗一洗然后就走七步，观察十方大狮子吼献尾童子居处宫殿游戏园苑，为一切自出家苦恨自受迷辱，广义道场降伏诸魔成等正觉，
观菩提树，梵王劝请转正法轮，升天宫，升天宫便而有说法。好，这就是所谓的八相成道。八相成道，他从弥勒菩萨的出生，然后他的童年啊，然后他这个出家啦，然后这个苦行啊，然后降魔，最后成佛，然后这个转法轮啊，弘法，然后最后入灭这样子。好，所以这每一个兜率天里头呢，都可以看到有一尊弥勒菩萨他的八相成道。所以这个主楼阁，这个主楼阁里头可以看到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四天下，有百亿个四天下。那百亿个四天下也就是有所谓的百亿个兜率天。那每一个天兜里头都有一尊弥勒菩萨，那就有百亿个什么弥勒菩萨。他是怎么样来发相成道，怎么样来度化众生，乃至他说你看这个分布设立住持教法悉皆不同，因为这每一个兜率天，每一个四天下，每一个地方因缘不一样啊，所以弥勒菩萨他的弘法，他的住持也都不一样那都是弥勒菩萨去示现去成佛，去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主楼阁中主楼阁之中就有这个百亿个，可以讲百亿个弥勒菩萨。其他的小楼阁呢，其他的小楼阁可能就是只有看到一个弥勒菩萨或者是少数那个主楼阁可以看到整个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总共有百亿个百亿个弥勒菩萨百亿个四天下，那个主楼阁。好，那么当时善财童子呢，看到这些之后呢，他就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这一段接下来就是说他的所得利益。尔时善财自见其身在彼一切如诸如来所意见于彼一切众会，一切佛事意持不断，通达无碍。所以善财童子是很厉害前面有讲过善财开了这个弥勒菩萨开了门，对不对？让他进去，他看到这么庄严呢，然后他就又要顶礼，一顶礼的时候，弥勒菩萨给他加持，他就看到他自己去到所有的楼阁，这里头有很多的楼阁，那他就看到自己，好像我现在呢，就一下子我就看到我自己去了这个台湾的所有的寺庙一样。大家就看到他自己去到所有的楼阁里头所以他自见其身呢，在一切诸如来所意见彼一切众会一切佛事所以呢，他不但看到了这些诸佛乃至弥勒菩萨这些种种，他通通把它记得一清二楚他在楼阁里头所看到的这些种种的佛事种种的说法他通通把它记起来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成就了。忽闻一切诸楼阁内王宝网绫罗及诸乐器皆悉演唱不可思议微妙法音，说种种法那这么多楼阁里头都有这些就是乐器宝碗绫罗植株乐器有很多这些乐器比如说有我们现在有的就是什么钢琴还有这个吉他大提琴小提琴
东西呢，这些种种乐器都在演唱自己，就会发出乐音，而且这些乐音呢，听到的时候，不是只有好像音乐，而且你就听到它好像在说法，这些乐器啊，演唱出来的声音其实就是说法的声音，就是说法声音。那说哪一些法呢？所谓说，或说菩萨发菩提心，或说修行波罗蜜行，或说诸愿，或说诸谛，或说恭敬供养如来，他说种种啊，发菩提心，修波罗蜜啊，还有这些发愿啊、诸谛啊，说诸佛的这个说法差别，为了要度化不同因缘的众生嘛，所以说法有。不一样，如上所说一切佛法悉闻其音呼唱遍表，从这些乐器，从这些乐器呢演唱出来的这些法音啊，那听了以后呢，就心里头都能够了解，而且能够辩才无碍，非常的清楚明白。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叫做王这个配合看一下它的科文啊，叫王等言法哦，这个王就是你看它这里头有宝网嘛，刚才讲的439的宝网灵铎集诸乐器啊，宝网灵铎它叫王等言法，它科文叫王等言法。有远闻，近闻远闻得意这样子啊。又闻某处有某菩萨闻某法门，某善知识之所劝导发菩提心，于某劫某刹某如来所某大众中，闻于某佛如是功德，发如是心，发如是愿，种于如是五大善根，今若干劫修菩萨行，于尔许时当成正觉，如是名号，如是受量，如是国土，具足庄严，满如是愿，化如是众，如是声闻缘觉，声闻菩萨众会波涅槃后，正法住世，今尔许且利益如是无量众生。这个闻呢，就是一样，就是那个宝网。宝网灵铎还有种种的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呢，所以看他这个发出的声音不得了啊，前面讲的说怎么发菩提心啊，怎么修波罗蜜啊，种种的说法，然后呢这个是讲法，接下来是讲人的讲人，所以佛法有时候讲人讲法前面是偏重于讲法部分，接下来讲人，讲人就是什么地方有某某的某某谁，就是某某菩萨，比如说在土城啊，承天禅寺啊，有个广清老和尚，他讲他在弘扬什么法门，那他过去是曾经什么善知识所劝导，然后发菩提心。或者是说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宝灵宝网它可以讲这些东西可以讲这些东西这个广贤老和尚或者是熏老和尚或者印光大师他们过去是谁谁谁是在哪里比如说如果是讲印光大师那他可能就在大陆的这个苏州的这个灵岩山寺那他就是在弘扬净土法门，那印光大师过去曾经参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善知识所以最后他慢慢发菩提心那后来呢，他又经过多久呢？他在经过了多久时间呢？到了什么国土的哪一尊佛？然后呢，他就听了这个佛的说法，然后呢，他又发了什么样的愿？然后最后呢，经过多少劫呢？修菩萨行呢？
譬如说啊，我们就以广清老和尚为例啊，那广清老和尚呢，他会经过多少劫修菩萨行呢？最后在哪里成佛？啊，他叫什么名号？啊，他的寿量有多少？他国土有多庄严？啊，这些在弥勒菩萨的楼阁里头的宝网，他就会告诉你，这不是我乱讲啊，这个都是《华严经》讲的。你不要觉得好像很稀奇，这个对佛菩萨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啊。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啊，你觉得好像无量劫，其实啊，无量劫就在一念，一念就是无量劫啊。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凡夫呢，就是把这个时间跟空间啊分割化。哦，好像说，这个一分钟是一分钟，有了一年是一年，一千年是一千年，我们就会，而且我们会执着很实在。其实现在连科学家，从爱因斯坦开始啊，就很多科学家慢慢知道我们过去认为这个时间空间是很实在的，其实，现在科学家都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很实在的，所以说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好，三大阿僧祇劫很长，啊，在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啊，或者无量阿僧祇劫也在一念，这个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那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啊，那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它本来就是互相融摄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东方虚空比较大，还是十方虚空比较大？啊，东方虚空，你想说东方只是一方，对不对？十方有十方，所以应该十方虚空比较大，东方虚空比较小。对，如果按照我们想法是这样，但事实上，其实东方十方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对，虚空无法被分割嘛，是不是？虚空无法被分割，所以真正的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我们虚妄分别出来。真正的那个法界，所谓的一真法界性，华严经就在讲这个一真法界，法界缘起，那个一真法界它是没有办法被分割的，没有办法分割为小跟大，长跟短，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在一真法界性，它是无法去做这些分割，这些分割都是众生虚妄分别出来的。对，所以你真正能够证到了这个《华严经》所讲的这个一真法界性的时候，这个过去无量无边，未来无量无边，其实看。都是一清二楚，因为它 就在你的现前而已啊，它就在你的现前。好，所以说这个是，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没办法，还没有证到嘛，因为我们是一直，已经太习惯在我们的这种种种的分别、虚妄分别里头了。现在跟你讲这个无分别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是这样吗？真的能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好好的去修，把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真的能够，慢慢的去除掉，那个法界，法尔如是的。其实华严经的境界并不是说正道的才有，而是法本来法就是这样，空性。有时候你讲法界因观一真法界性，或讲空性是一样的，这个空性也好，一真法界并不是你证道以后才这样，它是本来就这样，它本来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觉得怎么会这样啊，这么不可思议啊，法尔如是嘛。所以说，我们就会说，广清老和尚，他过去呢是怎么样发心的？
以后他会在哪里成佛？他的佛号是什么？他的这个寿命有多久？他会度了多少众生？有讲了多少的法会？他的这个正法住持有多久？我们以广清老和尚为例，对不对？这个在，这个广清老和尚就是某菩萨，对不对？那他过去曾听闻哪些佛法，哪些善知识？乃至他最后可以在哪里成佛？他成佛之后，他的佛法可以住持多久？弥勒菩萨的罗汉早就不可以看到了。我应该没有理解错误嘛？你们看是不是他的意思就这样？那不是只有这个广清老和尚啊，很多啊，很多。或闻某处有某菩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如是诸波罗蜜。或闻某处有某菩萨，为求法故，舍弃王位，及诸珍宝，妻子眷属，手足同目，一切身份皆无所吝。你看很多啊，很多很多的菩萨，在各个地方做不同的修行的，这些你都可以听到。听到弥勒菩萨的楼阁里头的这个宝啊、宝铃，还有他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他就告诉你这些，他就告诉你这些。这百闻不如一见啊！我们现在觉得说，《华严经》用讲的实在是还是不够那个乏味，应该要亲自去看一下，对不对？亲自去看一下，对不对？真的吗？有这么好吗？对不对？我们一起入定吧。不错嘛，你有想到这样，就表示说，这个我们讲这个教育学要引起这个学生的兴趣，好要。就对了，好样，想要去看一看，哇，真的这么好啊！什么地方有哪个菩萨哦？现在哦，他六度哦修的怎么样啊？哪一些菩萨？什么地方有菩萨？你看他为了，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新闻报道，当然了，新闻报道是说不是报好事啊，都报一些杀盗淫嘛，没办法，这是娑婆世界。那弥勒菩萨的这个楼阁里头呢，他报的都是都跟修行有关的啊。那我们报的都是跟造业有关的，所以你看现在新闻啊，你看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说谁谁谁哦，像最近是说那个什么有一个沙拉利阿拉伯的一个什么记者不是被杀掉了，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就是某处，又某人呢，又遇害了，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个现在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啊。话说回来啊，如果在一两千年的时候，现在去跟一两千人讲说，以后哈，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地球同时发生的这些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马上知道，而且都可以直播，你现在就跟一两千年前讲，那这个叫 Mission Impossible， 就不可能嘛，对，不可能。你会觉得，但是现在呢，这个直播好像没什么，这已经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OK， 对不对？这是再 easy 也不过了，对，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播。好的也直播，不好的也直播，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觉得说，弥勒菩萨的宫殿楼阁真的这么厉害，就好像两千年前都跟他讲，我们现在手机多厉害，可以怎么样直播，对不对？那两千年前连电话都没有，
对，然后传一个讯息还要什么？哦，那快马加鞭啊，驿站，对不对？最早就是传递消息就是驿站，啊、哦，再不然就烽火台，对不对？哦，这边点燃的，哦，然后那边的人，哦，看到那边点火了，就这边再赶快点亮，哦，这样最快的就是这个，啊、哦，表示说，啊，你现在去看那个古代的这个古装戏就可以看到嘛，对不对？啊、哦，秦汉时代，哦，那个。哦，那个匈奴啦，还什么？哦，他们已经在乱边界，就赶快要点烽火台，对不对？哦，赶快传，哦，可以传到长安城，哦，然后，啊，这个皇帝就可以下命啊，哦，要怎么样，是不是？那时候是最快的，就是这样。你跟他讲说，哦，现在，啊，打一个手机啊，然后，哦，这个总统就可以马上看到，哦，看到这个现况是什么？是吧？啊。现在很厉害，无人机、无人车，对不对？对啊、哦，那这个在以前来讲，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以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越来越可以相信说，哦，这佛经讲的应该是可以的啊、哦。从我的角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他说佛菩萨啊、对这个西方人呢，他们就有点像外星人一样，哦、外星人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常常全球都有发现所谓的不明的我们说幽浮嘛，unidentified 是不是？unidentified bright 就无法辨识、无法清楚的一种飞行物，对不对？还有不同时空旅行者。对呀、啊，对呀、啊，还被抓出来。对，所以说现在科学慢慢越发现这个世界啊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还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你从这些东西就是知道说啊是有这些啊，因为毕竟我们人类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啊，真的。你现在看2000人，觉得说啊那时候的人啊怎么？所知所见真的是怎么那么少一点点，然后那时候的人类2000年前，你觉得他知道一点点，但是那时候的人就也很自大，对不对？啊，那你现在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了了啊，但是再过2000年之后，啊，希望地球还存在。啊，2000年哦，假使你看嘛，我现在看2000年前，我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对不对？现在呢，2000年后的人，假使那时候也有还有人，也叫做人，对我们来讲，2000年后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外星人。你看现在不是大家拼命往火星吗？啊，往什么星？对不对？现在都以前叫做发现新大陆，对不对？哦，就是说啊，所以发现到美洲啦，发现到纽西兰啦、澳洲，以前叫做发现新大陆，对不对？现在科学家不是要发现，要发现适合居住新的星球啊，要移民啊，所以说啊，以后再过2000年，假使我又出现弘法的话啊，就不是从纽西兰来听我上课，就从哪个星球来，要从哪个星球来听我上课的？哎，你现在听得很好笑啊，对不对？就好像你看嘛，那时候只有马的时候，他想说，你看那时候，其实也没多远啊。你看，玄奘大师离我们多远？还不到1000年啊，可能就1000年左右这样。玄奘大师，他去取经，你看要去印度要花多久的时间啊？好像不记得4年还是几？好几年，现在呢，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去印度，每天马上就到了，对不对？每天都可以去印度，假使我现在可以跟玄奘大师，当年的玄奘大师对话的话，他就说，真是当年太辛苦了，生活方式。我话说回来啊，现在我们天天能去印度呢，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啊，所以这有时候
很难讲说好还是不好了哈。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华严经常说，有点天方夜谭，好像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我们透过这种科技啊，然后你看这1000年、2000年、3000、5000年啊，人类的智慧，那我们先不要讲其他，高于人类的这些智慧的生命啊，我们就以人类，不要出自己毁灭自己，或者是被其他高等生命毁灭掉的话，那再经过3000年、5000年，这也是人类会变成。我们现在会想有点无法去想象说，怎么3000年的人，3000年后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对，以前只有马，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车子啦，有飞机啦，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是不是说不可啊？就是说我们所见所知啊，实在是太局限了。那佛就是他已经证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来跟我们讲说，有这些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些宝林宝碗啊，都可以来说，哪边又有哪个菩萨，他怎么修行，乃至最后他们怎么成佛，好，442页。善财童子闻如是等不可思议微妙法音，身心欢喜，柔软悦泽，即得无量诸种成门、诸辩才门、诸禅、诸忍、诸愿、诸度、诸通、诸明、诸解脱、诸三昧门。好，这个都是前面的啊，所以你看他这个169的科文啊，他说广等圆法啊，就是说。这个宝碗啦，铃铛啦，还有这些乐器，他们风一吹就有这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就告诉你说，有一些菩萨啦，怎么样啊，他们现在修得如何啦，乃至他们最后会成佛啦，然后怎么样弘法啦，他的寿命是多少，然后他们的佛法会注视多久，这些都在这些宝王、宝铃、乐器的法音之中，告诉你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在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楼阁里头，弥勒菩萨的楼阁里头，其实在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善财童子听到了这些不可思议的法音之后啊，哇，他就非常的欢喜啊，就得到了，所以说他就得到很多的佛法的正量，他的利益啊，他的总持门啊、辩才门啊，诸禅诸忍乃至最后的诸解脱、诸三昧门啊，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佛法的正量，因为他真的，这要是我们听到也是会有相当大的成就了，你看这些音乐乐器听到就是原来谁谁谁哪个菩萨他怎么样修行，最后他成佛，种种之类的。好，再来是宝镜，所以你看这个169科文啊，他你看就是说他都归在一个叫总见言具作用，就是他楼阁里头有很多的庄严具。这些庄严具里头，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功用？那第二个它是宝镜啊，还有什么宝柱、宝像啊、璎珞啦、莲花、宝地啊，还有它树啦，还有半月啊，还有它的墙壁啊，这个它楼阁的墙壁就很精彩啊，不像我们墙壁啊。好，所以是在介绍它里头的这些很多东西都在，简单讲就是在说法，在说法。好，所以接下来讲这个宝镜，宝镜镜子。又见一切诸宝镜中种种形象，所谓或见诸佛，众会道场；或见菩萨，众会道场；或见声闻，众会道场；
或见圆觉众类法藏。好，在镜子里头哦，会出现很多的这些形象啊。那这个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啊，他们呢是怎么样在说法啊，来度化众生啊？他的众会道场都可以在这个宝经看到。或见净世界，或见不净世界，或见净不净世界，或见不净净世界。或见有佛世界，或见无佛世界，啊，小世界、中世界、大世界、因陀罗网世界，啊，富世界，就是说啊，这些就是不同的世界，它的形象，啊，还有它的这个品质，很难讲啊，它的品质，啊，见到各个世界啊，各式各样的世界，啊，还可以见到什么这个。地狱恶啊，地狱畜生恶鬼所住世界，啊，那有的是天人充满世界，于如是等诸世界中见有无，啊，见有无数大菩萨众，或行或坐，坐诸世界，或起大悲怜悯众生，或造诸论利益世间，或受或持。或书或诵或问或答三十礼忏，三十忏悔回向发愿。好，那么见到这些很多的世界呢，有各式各样的世界啊，什么净世界、不净世界啊，乃至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住的世界、天人充满的世界，啊，各式各样的世界呢。每一个世界，他说都有无数的大菩萨众，有很多大菩萨在这些不同的世界里头，他们或行或坐，坐出世界嘛，就是每个人，有他的不同的威仪，每个菩萨他不同的方式，来度化众生，有的呢是造论，你看像龙树菩萨，这个写了很多的论。那有的是或受或持啊，或书或诵，啊，然后还有三十忏悔回向法愿，啊，这些大菩萨呢也，带着大家，来做这个忏悔，还有回向法愿。其实忏悔回向，这个都跟什么都是苦行恨愿嘛，你看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头就有什么忏悔啊，对不对？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什么？广量四者忏悔业障，对不对？啊，这些忏悔，所以你不要说，哎，为什么大菩萨还要忏悔？那普贤菩萨都还在修这个忏悔业障呢，对不对？啊，那哪里不用忏悔？所以你看这些大菩萨都要修忏悔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用修忏悔呢，对不对？这些大菩萨都在修忏悔，三十忏悔，一天忏这个忏了三次的，对不对？回向八愿啊，好，所以这个是宝镜里头所显现的，在宝柱啊，宝柱放光啊，放光，又见一切诸宝柱中放。摩尼王、大光明王，或青或黄，或赤或白，或玻璃色，或水晶色，或地青色，或铜绿色。哦，好，就保住。嗯，现在要寺庙重建，我就对这个比较有概念。这样柱子啊，因为现在说要有时候要。要这个募款呢，他们就要去参考别的寺庙，啊，他们怎么募款啊？然后啊，就对于寺庙就是说，啊，这个一根柱子啊，看有没有人要认捐这样子哈，一根柱子是多少钱？柱子，所以我现在有概念了哈。好，这宝柱，啊，所以这建筑物里头啊，因为现在是在它的楼阁里头，所以这个柱子是很重要。所以这建筑，你看它这里头可以看得出，这建筑里头墙壁，啊，墙壁到最后第十呢，壁线的是，啊，那还有柱子，
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建筑部分。那当然除了建筑以外，还有它的一些什么莲花璎珞的那些啊。那柱子呢？柱子啊，我们的柱子就不行了啊。你看它这个弥勒菩萨的宫殿呢，它的柱子它会放光啊。摩尼王大光明王，就是有很多光色啊，就像摩尼宝一样啊，有青黄赤白啊，玻璃水晶啊，这些种种的啊。好，再来这个是宝相啊，第四个宝相威仪啊，宝相威仪就是我讲的那个有它的一些雕像啊，你看那个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陵园啊，尤其西方啊，去西方去欧洲，对不对？那个有名的花园啊，里头都有很多的什么这些雕像，有没有啊？那这跟弥勒菩萨的比起来就不行了啊。看它是什么，盐湖檀金铜母啊，还有重铜匠，但是用金子做的，金子做的，那他们的手呢，有的执花云，有的执衣云，执床幡，执，就是说这些像呢，他手上拿着一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东西，东西，或垂金锁，或挂璎珞，或取其璧统庄严具，或低其手垂摩尼冠，仰弓瞻仰目，屈弓瞻仰目不战死。我来说明这些种种的这些宝相啊，宝相。再来是他的这个璎等出身啊，就他的第五个叫璎啊，璎珞啊，他说琉璃璎珞啊这些啊，再往前一点就是这个第三行四十五第三行，又见彼珍珠璎珞常出香酒去八功德，琉璃璎珞百千光明同时照耀。船房网盖如是等物，一切皆以重宝庄严。就是说这些宝物啊，它先以璎珞为主啊，里头有很多的就是说啊，这些应该这些璎珞呢是挂在这些宝像上面的啊，所以见彼珍珠璎珞啊，这些璎珞呢会出香水啊，具八功德的这个香水。那如果是琉璃璎珞呢？前面是珍珠璎珞啊，那有的是琉璃璎珞，那琉璃璎珞，琉璃就是比较像我们的钻石啊，那就百千光明同时照耀，还有这个船房网盖啊，很多人来装点这些这些宝相，那再来是莲花啊，莲花重现啊，又复见彼优波。优波罗花、波罗摩花，这不同的不同颜色青黄赤白的这些莲花这个有的是一个手这么大或者是一肘，那也有像车轮这么大那一花中皆是皆悉视线种种色相以为颜色每一个莲花里头呢也会有种种的这些。色相作为它庄严，这些色相有哪些呢？有的是男色相、女色相、同男色相、同女色相，乃至天龙八部、声闻、缘觉、菩萨这些，如是一切众生色相，皆悉合掌屈躬礼毕。就是说这些种种的，简单讲说，众生的色相都是他的样子都是看起来非常的恭敬的是要么合掌啊，要么是在礼拜啊这些很恭敬的样子也可以在莲花里头看到这如来结跏趺坐三十二相庄严起身又复见彼净琉璃地一步间
见不思议种种色相，所谓世界色相、菩萨色相、如来色相及诸柔和庄严色相。这是他的宝地。宝地就是第七了。第七。宝地现象。就是他的地面。他的地面。他地面呢是这个琉璃地。那每一步一步啊，就是说你走这一步之间的距离。一步间。就是说这一步一步之间呢，他的这个琉璃地面就可以现出不。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色相，有种种世界的色相啊，或者是菩萨的色相，还是佛的色相，或者是这些不同的楼阁的色相，都在它的地面上。你看我们的地板我们地板就是说它这一块，类似说它的一块瓷砖比较大块的瓷砖里头，就可以现出种种不同的色相那样子就它类似，我们去想象一下，就是说它的地板。这一块的这个瓷砖里头，地板瓷砖呢，我就好像是一个荧幕一样它可以现出种种的这些色相。好，在树的话呢，就是第八了第八树现半身了。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树就是说它的流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楼阁。里头它非常精彩每一样东西都很好看那就这个也是简单介绍简单一句话还是百闻不如一见那就是说那个树那我们下次再看今天就是说今天有看到说它里头有这个宝网宝网啊乐器的说法有宝镜、宝柱、宝像还有璎珞、莲花，还有这个宝璧那树呢？树我们下次再看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做个结束。